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。看我身后，驻马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。目前呢，咱们是在驻马店。今天天气不错，风和日丽啊。我跟圆圆一起来的，圆圆啊，在上面休息。大伙儿看看，第二届驻马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啊，主办方呢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、驻马店市人民政府。朋友们，我这心里啊感慨万千。大家都知道我呢是河南人，这驻马店啊是河南的一个地级市。我作为一名旅行自媒体，能参加这个博览会，真的啊倍感荣幸，真的倍感荣幸。真的挺隆重的啊，你看这旁边驻马店的景区啊，茶崖山。圆圆，开门。朋友们，咱们入住的房间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挺大的啊，大不大？大呀。我们是下午来的啊，然后圆圆刚刚休息了一下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确实不错，挺好的。这是外面。人家还送水果来了，这是午后餐点。嗯，苹果、橙子、香蕉。咱们旅行中呢也住了不少宾馆跟酒店啊，但是的话都是普通的，也没有说下午送水果吧。这次活动呢是我跟圆圆啊一起来的，您看看，还有两个这个东西，驻马店，看看有啥。这是一个吊坠，刚好可以挂在车里。中国驻马店千秋古意占生态文明城。可以啊，这就是旅游的嘛，介绍的。还有这个，第二届驻马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啊，会晤手册。等会儿再看，这还有个杯子，东西不少啊，这不是喝水就方便了。哟，驻马店，这一个本子啊，这开会是不是要记一下呀？还有个笔，这还有把雨伞，不错啊，遮阳伞，都没了。还有个数码东西，小度智能音响随身版，挺小的啊。会务手册，这里边写的嘉宾名单，郑州市广旅局副局长。哟，这都是那个啥呀，河南省文化厅和旅游厅，省文化厅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。哦，这次这个活动啊，来的人真的是不少啊，省上的，包括郑州的，还有这些开封的，你看都在这上面啊，就来了很多的人。然后咱们的名字呢也在上面啊，也在上面。不，我感兴趣的是那个领导的电话还有领导的房间号都在上面。对，去拜访拜访，说我们是在想抱大腿郑州的边上住，这个有什么活动的通知一下，帮你们宣传宣传。稍微给照一下啊，大伙儿看看，穷游的似水年华，圆圆微 logo 啊，来，可以可以，不错。咱们也上书上的圆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想抱大腿。可以，茶崖山。咱们明天不就是要去茶崖山吗？对，肯定也很热，所以说给个伞。嘿嘿，不错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感谢大家啊，没有大家的支持，咱们呢也住不到这里边来，更没有今天的活动啊。
然后也感谢平台啊，感谢平台给的机会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也感谢自己吧，自己的努力啊，自己不努力也不行，都感谢。现在5点多了啊，咱们去二楼参加这个博览会的宴席。嗯。肚子饿了没？还行，下午不是有那个点心吗？嗯。就是不是要和领导他们在一块儿吃饭吗？是啊。我等我是甩开了腮帮子吃，还是吃的含蓄一点呢？朋友们，咱们呢就要大吃大喝，然后也让领导看看，个个虎背熊腰，然后吃的痛快，吃的尽兴，满脸高兴，好不好？生活幸福是不是？然后今天晚上的启动仪式到此结束，请各位的嘉宾，很多人呐，具有驻马店特色的美食小吃，一些欣赏剧，规模确实不小啊，摆了几十桌。咱们那是这里啊，其实我想去前面看。行走河南，读懂中国，节目单，一共9个节目。晚宴菜单多少个菜？这么多？20个菜是有了。各种灯光，各种秀啊。工作人员就一大堆，坐在这里啊，肚子饿得更快了。先来第一道菜，口服液，是一瓶醋，真的是一道菜啊，这上面有写，正阳王物乔醋口服液。我这吃醋是可以的。哦，这个视频的，就一瓶干了。啊，有点酸，还可以啊，挺香的。金秋时节，硕果飘香，天中大地，胜有云集。今晚我们相聚千年古驿站，美丽驻马店，我谨代表中共驻马店市委、驻马店人民政府，向国土的没有，我们还没吃完呢。南城大河母亲向国土的请盼，表示热烈。红酒中原，老家荷兰旅游地开幕。边吃边看啊，还挺丰盛的。先吃块牛肉。吃饱喝足，准备走了。原来吃咋样？还可以，我现在的感觉就是，我不知道我是吃饱了还是没吃饱。现在呢，我们啊要去看一下皇家驿站啊，夜游皇家驿站。这包背上吧。不错。
就这个皇家驿站夜景。五号车，我们去七号车。七号在后面。坐上车了，大概是开20分钟吧，就要到了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本车的讲解员崔鑫，大家呢也可以叫我小崔。如果在整个大会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家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会在这辆车上全程为大家提供讲解和引导工作。也希望大家在我们驻马店期间呢，可以过得开心愉快。根据我们本次活动的安排呀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将会前往皇家驿站景区。皇家驿站景区呢，它是位于我们这一个驻马店市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内。皇家驿站它这一个占地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359亩，整个景区的核心占地面积是600多亩。景区以皇家驿站古镇为主题，依托驻马店的人文资源与中原3000年文化底蕴，以驿站文化为核心，全面整合了驻马店的人文、旅游、历史资源。整个小镇呢，采用的是明代的建筑风格，打造中国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驿站建筑群。这人还真不少啊，这么多车。皇家驿站，皇家驿站挺好的，这里面灯光也挺亮的，前面啊有个实景演出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。哇，全都是人啊。
站还等，不拍拍手。来来，朋友们，一起走起来，跟上我的节奏。车站有两个地方最感人，一个是入口，一个是出口，一个是舍不得你离去，一个是盼着你归来。接下来这一幕就发生在车站出口。旅客、工作人员请注意，由郑州开往驻马店方向的 K0396 次列车即将到站，下车的旅客请准备好自己的行李下车，工作人员请提前做好检票准备。走过千山万里，经多少风霜，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。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，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。还坐在窗前，待几口青泪迎接晨昏，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，牵引我回到你身边。不送我伤了精神，以后不走了行不行？好，不走了，以后哪里都不去了，就陪着你。我给你写的信都看了吗？看了，这108封信都看了，都在这儿呢。你送我的金鱼现在都长大了，平时看到了他们我就想起了你。还好没被你弟弟烤了。还记得那天你练在河边描述的话了吗？现在我也有句话想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嫁给我吧。我饿了，想吃你包的饺子了。走，回家包饺子。去你家还是我家？当然是去你家了，傻瓜。不怕我妈妈啊？不怕了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把我们分开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没有一没了。今天晚上啊，活动不少，刚刚航拍了一下，确实也挺好看的啊。
皇家驿站。